游泳并不是我的一个擅长的项目，水很深，还是有一些紧张。我在水中来回转身的有几个刹那，我就觉得，我当时觉得完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啊？感觉怎么样？晕乎乎的。我刚看着你，能不能下去给我急过降啊？那会儿，你跟陈荣那个人都一半，我都下不去，是高级。OK 吗 ？OK，OK 吗 ？OK。大家技巧这边都很不错，做得很好，对不对？都做得非常好，给自己鼓励一下，好吧？好。那现在我们通过考核的两位同学就是谢尔和黄轩。黄轩同学和胡杏儿同学考核，恭喜恭喜！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欣赏美人鱼，一个男美人鱼，一个。